好，卖废话啊！哎、欸，进来，我唔知啊 ，How to play？ 按你进来。I got it. No more. 哇哈 ，Yeah, no more. Yeah, no more. 哦，厉害哦！公升球，伊伫咧讲啥话，我是听拢无啦。啊，不过我知影 ，I need to move, please。我忘记怎么控制了。这是跳。这是使用特殊技能。这是切换。你不要一直弄特殊技能哦，打你。这是大绝招哦。但是他开就没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这是暂停。好了，我会玩了。我熟悉游戏时间只需要三秒钟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可你刚从开头的时候就已经浪费了五秒。不要问，你会怕。我怕我问。不要说，你会怕。你为什么要突破我？突破盲点。我就是华生，你终于突破盲场了。我要当一个特别来宾的时候，我就要不停的吐槽。突破盲场了，同学。要不停的吐，我就是不停的吐槽。你为什么要突破盲场？盲场知道你突破它会有，它会很在突破盲场之前，你需要有一颗花生。你有花生吗？为什么要花生？给我好吗？它才可以突破我的盲场，穿刺我的。为什么要花生？这样为什么是花生？花生等于华生，你懂吗？我想起来了啦，花生啊，花生才能突破盲肠，它可以穿刺你的盲肠。你不觉得很痛吗？我感觉我会变草草。你说突破盲肠的瞬间会变草草吗？可能会变草草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就一次走在路上，又我突破盲，感觉好像有点痛哦。不会啊，我今天是第一次玩这款游戏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玩。我是之前有试玩过，这是没推荐我的必杀技啊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个必杀技？我爽摇哦，来 come on， 我就是喜欢这样，不行哦，啊不行啊啊，你啊，你写短虾虾啦，我哪有短虾，你有北宫。我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我按错了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有点强哦。跟你讲，换必杀技哦。感觉好像有点潮，不会那个吧？我这边看都不会那个，那就好啦。对。我其实也蛮厉害的嘛。我偷偷的告诉你，你有走隐藏道路吗？怎么走啦？我想一下。我都快玩完了，你才问我，跟我说有隐藏道路这种东西。我们来赌看看阿谦到底会不会隐藏道路给秒杀掉。我问一下，隐藏道路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你要告诉我，你不是玩过吗？就是我记得是让那个必杀技的点点会增加。那假的，多一格哦，多一格。哇，这么爽，第一关就有了。第一关就有了。那我一定要去一趟。第一关都有。那假的。那每一关都重置是不是？不是，他每一关都换地图，然后每一关地图都会有一个很神秘的隐藏地区。真的還假的？可以捡橘色的球球。不早说，我就不能破格，你要慢慢打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看到有这种东西啊！它都是锁在箱子里面，我记得啦。这个吗？哇塞，真的哎！真的哦，真的哎！我超厉害！すごいね！我怕没丢，怕没丢。你干嘛？意思？我在想，快什么快啦？你急什么？啊！快点去跟一人！六！必杀技一直冲哦，冲会走超快。他高超走位，他瞬间闪掉我一整圈的攻击。这是青蛙，他是卧底。想到青蛙就讲就好了。他是卧底，普通的敌人哪会这么强？你不要骗我了。如果大家昨天有看妹子的实况，就会知道我为何哀伤。为什么要哀伤？你为谁哭泣？因为一只青蛙和妹子死掉了。我是不是要打王了？打王有王，好像是那个谁？他怎么跟我长得一样 cute？ 你卖 gay 了 ？cute， 明明就你比较可爱。好啦，他说你这个恶人恶劣，
我要把你的手脚，我要把你的手脚都斩下来。他明明就没有讲这种话吧？哦哦，我觉得你会鸡鸡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？可能是我后面稍微有一点延迟吧。你为什么不开大？你到底会不会开大？为什么要开大？开大很帅，他开大超帅。你不懂，他开大超帅。你不懂，你不要问。快！我不用开大就可以干掉他了。我的字典里面有大绝。好，那你整场都不要开。好，如果没开大把他打死怎么办？那就再打一次啊！我的，呜呜，快快，我为什么他有那种招式？就跟你讲开大嘛。皮肤梦是天才。对啊。我妈，我知道一加一等于三。我不能开大，好不好？是你不开大打不赢他，开大是耗的血。我打，根本就，我不相信，我不开大也可以打赢他，你信不信？那可以。我不开大也可以打赢他。再去。他已经输了，他已经输了。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真的。我后面有一点延迟嘛，我现在看到你死掉。哦。不用了，我字典。你没有开大、哦。我说不开大就是不开大、哦，我这个人，男人说话都做到、啊。你不能只有五秒的承诺。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 ？Yes。那你第二个王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还有啊。你以为只有一关吗？我说，哦，你说第二个王哦，那到了再说啦，我以为连打哎、欸，你别吓我了，他跑走了，小孬孬。他很可爱，都是家老跑走的。